哎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的话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把 W 的科特25手上掌心雷。这把枪的话，你们看一下，枪，对，没错，就是看到这样子，就这么小而已，就跟我们一样，手掌一样小，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手掌就可以拿起来了。这把手枪的话，它的功能也其实蛮多的，我来跟大家简单做介绍好了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弹夹，霰弹钮的话是在这边，霰弹钮一下去的时候，刚刚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它的弹夹。整装七发，再加一发，加一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子弹先灌满之后，上去再拉一次，枪里面就有一颗子弹，然后我们再把子弹卸下来，再装一发，等于就是七加一的意思。现在里面没有子弹，然后这里面已经有灌瓦斯了，你们看一下哦。我上了上去，我拉滑套，有发现到吗？它这样子是无法击发的，是要有 BB 弹它才能击发。如果你没有上 BB 弹，你只灌瓦斯的话，它打不出来。只要你有上 BB 弹的话，灌瓦斯它才能击发。他们这个原理做的蛮不错的，它跟外面一般弹夹做的不一样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去下场实测吧 ，Let's go。转角处哦，啊，转角处，里面转角处，它卡了转角。做这个吗？对对对，里面那个转角处，它还在卡呢。它加枪，它加着，一个人挂掉哦，一个，它还加枪。还有龙，好，结束。哎，打到你了。啊！我一枪塞到你。我们这把枪干。看你用这把杀人吗 ？Oh my god！ 你看这把，哥，干掉哎！哎，所以只要是撑过你的七发，今天没得玩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要升，我现在要玩控制弹量。可以用弹夹？没有没有。对，走吧，我们去布防哦。觉得他们人好像变很多。没有，二打二北向。二打二，不要三打一啊！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！完蛋完蛋！我死一个死一个，给你挂。好。哎，所以就两个人吗？我刚刚打死 Candy。我杀那个新手。好，走 ，Go， 我们看一下。
OK。I am you.